阿达，因爸因娘真亲切的对谈话成功。唉，不然，这摆你若去婚宴，风吹日晒，日子过甲真艰苦，唔知影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哇，伫遮甲你准备一挂行李配套，可能用会着啦。哪讲的，得阁提出十块大文，针对谈话型的手人讲，带倒去，予你的老母甲兄弟提补淡薄厝内面用的物件。啊，讲煞了后咧，又阁叫吴宝玲拍开一个包袱，提出一双大布鞋，送到谈话型的面头前，吐了一口气讲：唉，人老。目睭歹，一双布鞋竟然做了几落盒，好佳哉啊！最后是人宝玲啊，一双脚手托到做啊，讲煞咧，就揪着宝玲的手，伫蜡烛的光下笑落去。哎呦，这个宝玲面啊，脸色红叽叽，赶紧去甲手伸倒去。但话是一声才注意到，宝玲的两个目眶。有淡薄红，啊，搁肿，心肝内想，唔知影伊伫个迄个琉球下骹哭偌久。